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观看《刀剑神域的。：虚空断章的游戏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紧开始攻略第82层了。然后期间我有去做那个好友之间的委托，还有一些虚空任务了。然后应该可以很顺利的打吧，戏王了，现在是第82层。82层迷宫好像没有什么对话，那个任务我也接了，但是还没有做，现在才来做，要通过这座吊桥，分上下两个路，走哪边呢？这边这个区域也是有一个好友委托。在前面，我就去帮他们打一下好了，顺便完成一下委托。他们去哪里呀？过来打一下嘛。还是我太迟了，好像是晚上嘞，他们的委托是白天。不好吧？不好吧？喂，喂，不是在这里吗？好像是我来迟了，没办法了，好像没声音做，算了。这是迷宫哎。他这样有上下层可以走啊，现在看走下层。我们这好像一样的，有吗？过来之后，阿雷，好像有点迷路了，地下。三，放下车就只是这样子吗？还有，再接下去，没有了，这就这样。然后看一下我的好友，他们回去了，我来迟的啦，看。不管啦，现在开始攻略。这些迷宫我都不怎么想要剪掉，因为这算是一个新的过程。如果一些重复的过程，我才打算要剪，我来考虑要不要剪。放学，打完迷宫之后，我就想应该可以很快速打完吧，毕竟开始慢慢习惯这个流程了。打完之后，想要带妹子去虚空区域，好像每个妹子都有都一个委托吧。这是封锁门的。在里面哦，哦，回来了，刚刚怎么怪怪的啊？我的游戏玩到越后面越怪哦。还有3道门。这迷宫希望不要太长了，它有一些迷宫任务希望不要太烦。我
真的很多时间。还有这迷宫是不是攻略王的迷宫啊？把门打开了，这是往下走哎，地下三层的。好怪哦，应该是有两种迷宫要攻略，一个往下，一个往上。现在蜘蛛了。话说我上次看到智英用弓箭，哎呦了呦了，他的弓箭是给技能用的了，平常的话就拿刀来砍。唯一的远距离，应该要打那只怪，没办法了。智英是这款游戏里面唯一的远距离玩家。总是在攻击啊！你说这游戏会这样哎？在等我的搭档，对了。我们打开的声音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用打开门，用机关打开门。这个就是游戏的逻辑。用钥匙打开抽屉，来拿里面的钥匙，再打开另外一扇门。逻辑。这组怪物情报，设法打败他。哇，好像很强哎！紫色的气。这个应该就是另外一扇，另外一道迷宫过来的道路了。这边应该可以传送了。啊，这边再跟你说，哦，没有，那就算了。这个视角真的，要把做这视角的人拖出来砍了。还有个迷宫要不要去好啊？我的任务好像是都没有出现我要打的目标哎。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我刚是这边出来吗？往下走，往这边走是迷宫，要攻略的迷宫。接触触摸应该在某个地方，找没。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去找没看过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正在发光，开始转移动了。我就现在就攻略上层的那个迷宫。哎呀，卡住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路痴。干，不要，不
叫隘路，叫挡路。哥布林这边有要收集的那个材料任务，收集材料任务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些，应该不是吧？他会有改善号的，如果是任务目标，会提醒玩家，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。但是这边聚集了很多。这个等级比较低啦，所以他升级很快，打没几下就可以升一等。但适应的等级算是同伴里面最低的吧，毕竟他新轮嘛，刚来的。新轮就想要加入攻略组，尽快完成这个游戏，太棒了。有时候觉得范围地很爽，如果这样一堆怪物，然后又是低等的，打下去超爽了。刚刚好像是要走三层吧，还是两层的，记忆力不好。怎么这边锁住了，无法前进。哦，啊，门不是只有一个吗？刚刚是石英在射箭。哦，要解决。现在好像都不会有什么提示了。会跟玩家说，哦，你现在要解决这边僵尸，他会开门啦、啊。哦，你要怎样怎样才开门啦、啊？门锁了 ，OK， 第三锁就这样。这些人是怎么了？哦，过来这里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，这里啊。又来，那要收集长枪哎、欸，原来不会标记了吗？现在的收集目标，这是哥布林王，这个箭好像没中哎、欸。哥布林这个我有任务，但是收集素材要很看运气，那些我就自己私下玩了，障碍物消失了。可以了吗？这个呢？发光了吗？发光，不要。他真的是要攻略玩两个迷宫，按下两个遗迹的开关，是他攻略迷宫了。原来那个叫遗迹，不叫迷宫哦。玩了这些迷宫区才叫迷宫，迷宫区之外都叫遗迹。好像没有任务哎，好棒哦！就只是捡宝，然后就前进一下而已。这段的枪
还差两个。迷宫区里面好像有嘛，哥布林，我就一剑就打一下啦，希望可以一次过就解决，不用重复。我不能移动。我不能移动，因为中了那个状态，无法移动状态。好像有点慢耶，不是，是我太快。适应它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请求。然后再请求没有了。啊，我的长枪，隔断的长枪，快出来。真爽啊，这些范围技把怪物堆在一起，然后用范围技。真爽真爽，所以这样出来从88级升到91级了。真爽真爽，到了，上去喽。这边不是哥布林了，虽然还是有一点点的、啊、一部分而已。还差一个。基本上没有长枪，往目标前进。这边就长枪了两个。完成了。然后有一点还蛮奇怪的，就是我按了要跟 L 或者 R， 然后想使用技能，但是同时在不拔刀的状态下是无法使用任何技能。这些 buff 倒是可以，但是攻击技能就没办法了。唉，有时候想要快速使用技能也不能。半人兽将军。半人兽。可以直接冲了吧，这个任务也完成了。这个哎呀，采集任务我忘记了。完全没有遇到过呀，这样采集任务。这个吧应该是目标。哇，居然连是哥布林的首领都没在，哥布林王。
不如让阿卡干完，也不如来玩。换你求子耿子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不要卡我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试过给其他角色送礼物。我记得我之前玩的时候好像是可以送他们武器，然后他们会自己跟着换，这样子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值。比赛回去我先试一下看了，然后就完成一下那个采集任务。いよいよね。不要解散。接下来送个礼物看一下。可以啦，就送武器。漆黑短剑，东风之弓。弓我不能送，我只能送你短剑而已。短剑。204漆黑短剑210，这是太刀吗？那你算了，反正死因是以攻为主。报告一下，那这边我就先剪掉了，因为待会我要去做一些任务，做任务期间就不录了。这个布林很好躲，我还升级了。BGM 好像坏掉了，没有了。那先到这里吧，我要去做任务了，那等一下再见。好了，那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吗？委托也完成了，然后刚刚跟荔枝组队了，帮他换了一个比较强力的武器。现在来确认一下攻略情报。雷射进行大范围攻击，每一级的攻击力都很高。哇，或者是打属性，拳头攻击可以用退避来闪避，破坏和来封印全体攻击，应该没问题了，希望了。打属性嘛，打属性已经给荔枝我目前最强的打手棍。诶，不是铁里卡，不是铁里卡，选错了。历史，どうかな。わかった。頼むな。また。それでは。最近头目都很多，弱打属性的。不是我不选其他的角色，就是在头目不让我选啊。我再回去。我的服装都没什么改变过，感觉我会死。哇，荔枝的武器变得超帅，
望不要死啊，这次就只能这样祈祷而已。我不能动，麻痹了。应该目前没人死。那拳头打在这个很麻烦，可以的话就非常打击。我要如何让 FDC 恢复战斗姿势啊？闪避之后，破坏了。他的核心很重要，记得要伤害破坏。这样部位都可以，才刚说完，他手就复活了。
幸好只有他们的手法。虽然没打很好，应该可以吧。至少我捡偷了，拿到 A。啊，没死，没人死亡，很不错了。打法结束了，没想打赢了。这上面城镇，走吧。Activate しておいたから。就他好像是也类似的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攻略了迷宫，然后接下来燕王大都找他，找立法谈谈。一直去霸车城，燕王广场有先散步。他的传承曾经听说亚斯纳会议是地很相似，事件变多了。这里卡恭喜你，太厉害了，变成攻了100层。我要去虚空区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妹子。有亚瑟纳，どうしたの？拜托，这是植物系怪物的虚空任务。どうしたの？さあ、行きます。我想要先带个妹子去虚空区里面做一下那任务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剧情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下次自己玩，就把这些虚空任务。这些妹子的虚空任务都做一做。现在是要植物型的嘛？小车跑，天堂木，萤火虫。虫啊，电鱼，用花鼠按更好。捕鱼，哥布林，这个我可以来吗？这里好像。可以，好像不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森林，地图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往下跳。植物型有些 NPC 他需要特定的虚空任务，就像亚瑟纳这种植物型的任务里面没有给
没有标记，没有跟玩家说这是什么类型，只能玩家自己判断。我怎么过去啊？怎么这么远啊？明明看起来就这么近，却要我绕一大圈。顺便来看一看，哦，再完成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它不会是蜜蜂吧？蜜蜂哎，我要是植物型。完成了，请愿就到请愿区稍微休息一下，确认收集道具。哪里啊？这个又是啊，请愿区，请愿区，请愿，请愿，请愿。请愿区是哪里？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要先回去。无法下去，对不起，我脑残了，这边才对。仪器区，庭院好像要解锁哎，哎不是，在后面这里而已。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哦。完成他们的任务之后，我来这里。いい素材がいっぱい集まったわ。就这不错，那就完结在二十关。君たら、別に換金するために手に入れたわけじゃないよ。細工できるお店に行って、ゆいちゃんに花飾りをプレゼントしようと思うの。君と君と私の二人で集めたから、パパとママからのプレゼントにできるでしょ。叫我来啊，收集材料收集之前，然后我来帮忙。また誘うから、その時はよろしくね。よろしくね。どうしたの？可以送武器了。どうかな？伤害是。这个最高吗？ありがとう。好像这样就没有了。现在不能看地图，就这样啦。完成之后，因为还有一些剧情嘛。然后这边是跟妹子约会的最佳地点，所以我会先下跟妹子去做虚空任务，然后这些剧情我就等线上的时候再来录，这样子过程就是虚空任务的过程，我不会录影啦，我直接录他们之后的剧情，做完虚空任务之后的剧情。对，就这样吧，决定啦。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，做
好友委托，如果有的话啦，好友委托，然后虚空任务，还有未知文的虚空任务，就这样决定了。然后因为 中途我花了很长时间，我现在不懂我剪辑之后会剩多少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要不要看一些事件好了。再看两个事件啦、啊、然后就做段落这样。不想太短，也不想太长。有好友委托了。他们的名字怎么好像乱码了。帮忙讨伐。先放上来再说。就是事件的话就要解散队伍。それじゃあね。这个好天气，所以我就跟我和 S 那些一起睡午觉，这样很忙，就会享受一下午睡。我觉得这是斯多雷亚的事情，也不是屁拿来的，屁拿一起睡。同人睡午觉不知道得罪了谁耶，每次都会有人路过的。哦，这画面好温馨哦，比起任何妹子来说都更温馨。衣服好像有变耶，我记得他的同人这衣服好像不是动画里面的那一套，好像是新的吧，是吗？还是我记错了。一起睡啊。太棒了。哇，我要起居。我要起居动画啦。不是，我要起，啊，有了。起居画面。嗯，有点重。但是Pina，嗯，旁边是谁？莉莉卡，一起睡觉了。ピナを探していたら、キリトさんの上で気持ちよさそうに寝ていて、起こしたらかわいそうだし、キリトさんを起こしちゃっても悪いので、隣で待っているつもりが、すみません。非常为这么说道歉。でもそのなんかお昼寝の邪魔しちゃったみたいで。并不觉得被打扰到，而且午睡同伴也增加，太好了。よかった。增加很多了，懂吗？现在天气很适合午睡，都想睡的好天气。空夜休息一天也无可奈何的日子。そうですね。今日は誰でも寝ちゃいます。是吗？现在睡饱了，也疲劳也消除了，差不多，明天继续加油。よし、よし、ちょっといいか。说真的，这款游戏真的是一些。之前剧情太多了，但是不解又好像没玩完的样子。剩下的我就等下一季好了。下一季怎么会红圈啊？这个人，你就是那个委托人吧？对，就是你。委托人他周围会有微微红圈。
剩下的时间我就等下一期好了，下一期我就专门拿来解事件，这样子。解完这个应该可以当做一集这样丢上去。好啦，那这一集我就先玩到这里好了，得换个区域记录一下。那么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